叫 Carol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开箱、开包，Tupperware 的 Menu Kit 吧。首先呢，它是一个它是值73.5块的一个Member Starter Kit， 但是其实你总共加起来，它的价值肯定是多过73.5块马币哦，马币73.5块。如果文币的话，那么就会是26块钱。然后你要怎么加入会员呢？只要你是18岁以上，然后你有身份证，有电话号码，有 email address， 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帮你申请。所以当你参加这个 Tupperware membership 的时候，就会拿到这个包包，还有一个神秘礼物，以及永久性的membership。不过每年都要至少购买600块马币的货品，所以是非常值得的。因为会员就可以享受25%的折扣在所有的产品。那么让我们看看到底它的Member Starter Kit 有什么东西。当然就是有这个包包啦，而且它还有一个 seat， 所以呢，可以让你再放比较多东西。平常这个包包我是拿去游泳用的，因为它其实还算可以防水的，所以我很喜欢。那里面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个这个 One Touch Junior 1.25克。因为是全新的，所以我就不便开掉它。这个它有两个650ml 的冰镇奶膜，在冰镇的东西呢，通常我都放在这个盒子里面，这个纸箱盒子好用。它也会。Order form， 教你怎么追踪你的业绩。如果你想要当着他们是一份工作的话，还有教你怎么去拿你的神秘礼物。营业守则。
去年啊、能够用250块嘛啊购买，然后其实是值400多块钱的货品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值得。那它有什么呢？它有这个喝波虫啊、辣椒啊、花生啊。你想要蛋产直接把它搅碎就非常的好用了，我下次可以再拍一个影片介绍大家要怎么样去用这个喷雾，也是有 freezer map 或是大盒的，有两个。也是有这个 small flex square round 4个400ml的，也是有这个两个这个One Touch Taco Junior 600ml， 还有这个 Spatula， 其实它还有这个E-Jet 4个60ml。漏在哪里了？下次我再跟你们补上。所以呢，其实参加会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啊、我也是其实才刚刚加入不久，所以大概基本上我知道的资讯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。